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客家非常稀有的一个传统啊。对啊，养神猪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外面所讲的什么虐待受虐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他们没有亲自饲养过一头神猪，不知道他的辛苦。大家最反对、觉得最残酷的饲养方式就是吓哭、限制行动，然后以及强迫灌食，把猪养到肥到最后连站都站不起来。我们其实不反对全猪祭祀，但我们反对的是利用动物的体重做重量比赛。